梁國雄議員，你是否想發言？主席，本人呢，現在講的總目72，即是修正案編號194至到361，不是啊，至到367包括在內，就是針對這個廉政公署的。OK？ 嗱，廉政公署的設立呢，固然就是體現了一句，就是話呢，即是這個自己人查自己人呢，就得個吉嘅啫。咁所以呢，廉政公署之遺物呢，就是源於這個警察的反貪污部呢，不能夠反對，反到貪污，這個被稱為棺材釘的反貪污部呢，佢釘邊個呢係唔知嘅。嗱，咁就即係有廉署，咁呢個廉署嘅起源我唔想喺度即係詳述啦。由呢個反貪污觸覺法開始，廉署都受過衝擊嘅，即係話廉署本身嘅執法呢唔係一帆風順嘅。我哋知道即係大量嘅警察衝上去廉署嗰度打殴打廉署嘅人員啊，咁令到梁國雄議員，你而家講嘅嘢係同而家個辯論係冇直接關係，有直接關係，可以翻嚟。好快就講到㗎啦，即係話佢係會受到衝擊嘅。而家我就發覺咧，即使到今日咧，廉署嘅執法都係受到衝擊嘅。以前咧就一群貪污嘅差人咧，就走上去廉署嗰度咧就喊打喊殺，即係呢一個打嗰啲廉署執法嘅人員。咁廉署咧就話大赦，就話咧以後你唔好做啦，今日開始呢你再做我就拉你。咁呢個好出色嘅，即係好出名嘅事件啦，我諗即係代主席都記憶猶新啦。咁呢個公然挑戰廉署嘅權威，咁喺當時嚟講，因為太多人貪污啦，咁就算啦，就算數啦，大赦。OK， 同我本題有關嘅，就係話今日呢就唔係成班差佬上去啦，就係成隊貪官上去。我講嘅當然係大家都一致擁護過嘅，即係呢個喺以前嘅立法會議事堂力保過嘅貪爭，咁亦都有繼後發即係被發即係呢個東窗事發嘅湯顯明。我今次去針對廉署，為要削減佢咁多嘅嘢，包括呢個個人薪酬啊，呢、這、一個全年費用啊，調查費用、全年預算啊，嗰啲咧，其實都係從呢個角度去出發嘅。因為廉署 ICAC 呢個金漆招牌咧，係喺亞洲妥為真係數一數二。但係經過咗呢一個貪爭離任兩年之後都未處理、未解決，計起湯顯明自任呢個廉署嘅署長，竟然間為咩啊？專員係專員，係呢、這個都冇人去處理到佢啊！咁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啊！我哋特首咪講咩啊？香港速度啊，哥，做嘢我哋要香港速度，唔可以係其他地方嘅速度，即係快啦。咁我想請教，即係在座各位啦，咁點解廉署喺處理兩位即係位高權重嘅人係處理唔到嘅呢？嗱，其實主席，你唔好誤會，我唔係話要佢人頭落地，可能係話喂告唔到啦，曾蔭權咁樣做係唔得，即係唔涉及到呢、這、一個貪腐嘅，唔涉及到呢、這個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嘅。咁你咪講囉，講咗之後我會反對你㗎嘛，我會上訴你㗎嘛，去司法覆核你㗎嘛，你又唔講，咁咪過去睇一睇啦。黃錦星局長係咪咁㗎？你做乜決定，我去司法覆核你㗎嘛。當廉署作為一個獨一無二去反貪嘅機構，長期不做一個社會已有結論嘅呢一個檢控嘅行為嘅時候，你不能不令我哋諗到，就係話係咪有格外私恩先？嗱，大家唔好誤會，我唔係話要佢一定要將我講嘅貪爭同埋貪湯係懲之於法，而係你快啲做啊嘛！
夠料就做，唔夠料就當著數咯，係咪？嗱，主席，這個我哋盜吃甘蔗啊，漸入街境啊，先講貪湯先啦。嗱，貪湯嘅行為喺呢一個我哋嘅帳目委員會裏面係都唔使，即係我哋其實都唔想公審嘅，係因為電視有直播，電視有直播咁咪講曬咯。到底湯顯明嘅行為係咪涉及挪用公款，去做一啲不恰當嘅嘢而構成呢一個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咧？有公斷啊嘛，嗱，好簡單。如果你今日喺度同我講，話喂，我未得喎，咁你有冇中期嘅調查報告咧？嗱，其實好簡單，而家由廉署去查翻呢一個貪湯咧，其實只不過我哋係最後一次將我哋嘅信任抹喺廉署嗰度嘅啫，其實。在於好多嘅人嚟，即係好多嘅機構嚟講，如果自己嘅首長犯咗錯咧，通常都有一個獨立嘅委員會去調查嘅。咁而家由翻廉署查算啦。嗱，主席，我唔想讀湯顯明嘅呢個過去做過嘅嘢，因為大家都非常清楚啊，係咪？我哋都唔想啊。湯顯明嘅做法咧，固然就唔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商場行為，佢只不過係即係喺國內嚟講就係叫做挪用公款啫，即係挪用嘅非常少啊，因為佢唔按規定咁攞啲公款去，你話唔准佢一張單450，咁咪分兩張單咯，咁嗰啲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廉署真係要去做啲嘢嘅話，佢一定要以正視聽噶嘛。仲有一樣嘢喎，就係、是、如果你查唔到貪湯嘅話，咁你又點查貪爭呢？因為兩者都係一個資深嘅公務員，對於貪污，即係唔係貪腐啦，唔好貪污啊，貪污貪腐都有呢一個咧非常之高嘅呢一個逃避嘅能力。即係話佢咧係好難去揾到你話佢貪乜嘅啫。如果好似阿雅生咁樣，即係雅生知唔知邊位啊？雅生即係許仕仁啦，係咪？咁佢而家就即係成知法咁嗱，好簡單。如果你去查許仕仁呢一件案，係能夠查得咁清楚，許仕仁件案涉及咁多嘅證人。都可以做得到一個結論，仲要係叫呢、這個律政署預留340,000，我哋去打官司，可能打過億嘅去告佢嘅時候，我想請教代主席啦，即係咁點解不費吹灰之力，表面證供完全成立，你自己睇一睇，喂，而家已有嘅證據，嗰啲人親自招認供認嘅證據。夠唔夠告佢？點解你唔做呢？梁國雄議員，你而家講兩樣嘢咧，講兩個前高官咧，同而家你講嘅由1994至360多嘅有咩直接關係咧？嗱，講咩咧？好簡單嗱，我呢、這個你而家講係削減廉政公署嘅經費啦，咁你可唔可以繼續去倒提啲去講一講好嗎？喂，咁好簡單啫嘛。咁如果廉政公署做唔到嘢嘅時候，你唔削減個經費做咩咧？其實好多嘅喎。咁即係你講完咗啦嘛？唔係，我話俾你聽嗱，好簡單。由我梁國雄非常之講道理嘅人嘅，我由357去到367咧，仲犀利過大家去食呢個常餐嘅。你可以任揀嘅，即係譬如而家你覺得佢罪不至死，咁咪揀呢個員工薪酬。下身覺得佢好，即係呢個罪不至死嘅，咁咪即係罪大惡極嘅，咪減曬佢人工，等佢存唔存在咯？如果你覺得佢喂阿哥都唔死得嘅喎，咁你咪揀361咯，修正案即係總目72，就已決將削減分目000000巴巴巴巴巴巴巴，將廉政公署用於宣傳工作的全年預算開支
由一千由呢、這個175万元減到10蚊咯，咁即係佢唔死得噶嘛？你即係老實講，即係幾好咧？即係你聽完我嘅陳詞之後，你有十個選擇喎，哥，係嘛？咁你要聽曬我講得噶嘛？即係個最大惡極，即係佢嗰個不盡責到邊度？嗱，主席，而家你就捉到我用神啦，就係話我而家解釋緊廉署喺淨係處理呢兩位顯赫人士嘅時候。佢做得幾差，咁你咪揀咯。有啲話喂，係咁噶啦，咁你咪即係揀啲細埃啲嘅咯，係咪？呢、這個將廉政公署就特別委任而支付的酬金的全年預算開支由呢、這個29,295万減至100元咯。呢、這個係有揀噶嘛？咁你等我講咗開咗個題先嗱，主席。所以咧，你而家講咗之後咧，我就繼續講落去啦。就係話，當我哋係等，即係如果你貪湯解決唔到咧，貪爭就好難解決嘅。因為貪爭呢個問題咧，就已經係所佢自己咧，就已經係代表咗自己去認錯。至於錯於咩咧，就因為我哋當日咧，包括代主席在內咧，就反對我哋用 PMP 去查佢。我再提醒你啊，你講幾位嘅官員以前做嘅嘢，同而家你係提出係削減廉政公署嘅經費咧，係有咩直接關係？因為白韻禄領導嘅廉政公署係你可以講廉政公署而家應該做啲咩嘢，但係冇錯嘅高官以前嘅嘢，你唔應該再論述好嗎？啱啦，啱啦，主席，你真係講得啱啊！即係點解你咁聰明嘅咧？嗱。其實咧，我就真係不言而喻啦，係咪啊？咁即係講嚟都嘥事。係啦，你講得啱啦。其實白韻禄咧，嗱，你睇佢處理宋林係手起刀落嘅喎，宋林咧都未定罪嘅喎。嗱，你講起咧，我就睇到啦，宋林就真係冇運行啦。宋林只不過咧係喺呢個大陸喎，喺以其他嘅司法管轄區咧，據傳係被雙規啫。咁呢個廉署行出嚟講啊，阿哥唔好意思。我委任你嗰啲咩道德委員會咧，我唔該再委任你啦，喂哥，人哋都未查，都未正式落鍋，咁你就已經做得到咁快嘅決定啦，係咪先？喂，你即係太過離譜啊嘛！你委任宋林去做呢一個商業道德委員會，咁啊而家佢出咗事，又未出得曬，只不過係據傳啫喎。即係話喂佢呢個大陸當局就喂咁我查一查你啦喂咁你即刻免人哋職喎係咪啊好搞錯啊喂你見到人哋係落水狗有機會落鍋啦你即係聞到呢個大陸官場嘅味咁你就都未得再免人喂你如果查過係冇嘅時候咁點計先咁而家相反嚟講貪爭同埋貪湯兩者都喺莊嚴嘅立法會裏面已經公開認咗錯啦即係話海陸空蠔油嗰啲嗱，你唔准講啊嘛，算啦，即係大家知啦，黃局長係咪？呢啲係不言而喻噶嘛，你懂得，你懂嘅。咁你話喺呢個問題上面，你講得啱啦。白韻禄，我再講一聲，白韻禄點解唔做嘢？其實好簡單，白韻禄之所以上去，雖然間同呢個湯顯明嘅。明顯嘅挪用公款涉嫌貪腐係無關，因為佢本身就要去嘅。但係你去嘅時候已經知道咗㗎啦嘛。仲有一樣嘢，就係冇一個人係比白韻禄更加容易知道塌呢個湯顯明嘅嘢嘅，因為佢自己就喺嗰度。譬如而家謠傳話佢喺度煲藥啊，喺度飲茅台啊，自己開數嗰啲，喂，大佬你自己㗎，唔使。第二個部門俾嘢了嘅，咁你咪先搞，先去做個貪湯咯。基本法嘅原則就係咩咧？就係話夠表面證據拎上去法庭，喺法庭裏面被告人自然會用呢、這、一個疑點歸於辯方，即係疑中留情啦。大家講嘅今日代主席喺度講過好多次嘅，你做咗佢啊嘛。如果唔係你就話喂唔夠料唔告拖咁耐你係咪失職先
十目所示，大家都期望貪湯呢個線有着落，貪湯嘅事有着落，咁啊貪真嘅事有着落。咁老實講，主席，你講得啱啦。我而家就直頭係講白韻綠係唔掂，佢處理宋林嘅方法係太過粗暴，處理佢兩個權位高嘅以前嘅上司就係太過流程。咁你喺圍觀嚟講，梗係唔掂啦，唔掂我梗係唔俾錢你啦，主席係咪？我唔係俾錢你，唔俾錢佢。咁所以其實我係有嘢講嘅。咁所以我一間咧會繼續講落去咧，就係廉署其他問題嘅。不過嗰陣時你已經唔係主席㗎啦，咁就由主席做翻，你唔係代主席唔會做主席。多謝代主席嘅忍耐，多謝。